次到美国来演出，第一次跟大家见面。到这以后，受到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同胞的热情接待，对我们心里很激动啊。大家喜欢听相声，哎，在国内呀，我们的观众也喜欢相声艺术，是这样，喜欢我们相声演员啊。走到哪儿，大家都认识我们，嗯，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是吗？在台上演出完了一个节目，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们再表演一段，对呀，这就说明了观众对我们的感情。哎，我们经常到祖国各地去演出，是这样。前不久我们去了一趟上海，参加南北曲艺的汇串演出，在上海20来天啊，住在申江饭店，南京路的附近。哦，申江饭店那个条件不错呀。对呀，豪华的很呢。啊，说实在的，怎么着？那么好的条件呢，我住着不习惯。怎么不习惯呢？这个南方的饭呢，我吃着不习惯。对了，它不合口味，太甜了。对对，南甜北咸，东辣西酸。就是啊。北方人吃个南方的饭那就差一点了，不习惯。可以不能不吃啊，啊，不吃的饿呀，怎么办呢？20来天怎么办呢？啊，后来我一琢磨呀，啊，在这个南京路口这儿啊，有一个小饭馆，哦，山东抻面，有那么一家，做这个好吃啊，嗯，我天天那儿吃面去。是啊，吃这山东抻面，嗯，20天一天没落。你看要走了，嗯，咱就说饭店这个经理对我那个感情啊，怎么着？听说我要走了，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，舍不得呀。施先生，琢磨着听说要走了，对，我说我要回东北了。啊，这走吗？家里有任务了。施先生，20来天了，天天到我们这里来吃面条，冷不丁的听说你要走，我这个心里我真是不好受，舍不得呀。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您还不行吗？对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石先生，你实在要走也行，嗯，你把那面条钱给我留下。啊，怎么说的这么热闹，吃人面条没给钱呢？开玩笑，就爱逗着玩。你看咱们这个意思往这一站，这个一表，嗯，像吃面条不给钱的人吗？看那意思倒不像，有文化呀。你看，你当一名相声演员，没有文化哪行啊？搞什么工作呀？是不是有文化？我不敢说我有文化啊，嗯，我就喜欢文学。是吗？哎，嗯，没事在家里看书。哦，喜欢文学。是啊，喜欢诗词歌赋。嗯，对个春联啊。啊，对春联你懂吗？啊，还懂一些。对春联，哦，咱们国家有这个习惯。是吗？逢年过节门口贴一副对联。啊，我就喜欢研究这个。你看最近我在家里就搜集了那么几副绝对。绝对？绝对不明白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绝对啊，啊，就是有上联没下联。哦，这么个绝对。我走访了好多的大文豪，嗯，好多的大教授。是啊，文学家，嗯，一个对上来的没有。嚯，我很苦恼。嗯，最近我准备登报。登报干嘛呀？征求下联。哎，您这个绝对是什么词句呀？干嘛呀？嗯，打听这干什么呀？干嘛你想对啊？我不是想对，那你问这干嘛？我听听。那么多大文豪、大文学家、教授都对不上来，阁下您听了，就您这尊容，您听了您有什么用啊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这么说话可不对啊！啊，你没听人说吗？啊，这绝对啊，要是碰巧了，对的才妙呢。啊，似乎有一点道理。你看，那么我在这说一说我这个绝对的上联啊，你听一听。好嘞。啊，哎，注意，您说，绝对有学问。好啊，哎，上联啊，您说吧，可别胡对。啊，当然了。啊啊，不懂地方问我。啊，一定向您请教。啊，您说，
要谦虚一点。您放心吧，啊，实在对不上有话您一块说行不行啊？您这都什么毛病啊？我这不是怕你对不上来不好意思吗？注意听我这绝对上联啊。好嘞。买卖兴隆通四海，就这绝对上联完了啊。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绝对，我给您对个下联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可以啊，我正找不着下联呢。反正我这下联对出来也不一定合适啊。那没关系，我参考嘛。您这上联是什么？买卖兴隆通四海。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。哎呀哎呀，你干嘛一惊一乍的？你高才呀、啊、不高，才1.76米。哎呀，高才呀、啊、我这绝对下联。其实啊，嗯，我没什么学问。嗯嗯，我们家对门的豆腐房原来就贴过这么一副对联。亵渎我这副对联。来来来，注意听这个。说，根深叶茂，本固之荣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拜拜。回来。不是，就这个呀？还绝对，全是对子本身啊。好吗？这是跟你开玩笑。别玩笑，这对子本上咱都不用、嗯、我这是抻练抻练您、嗯、我真喜欢对春联。那对春联这规矩您懂吗？不懂敢往这儿站吗？嗯，对春联讲究什么？讲究什么？讲究1-3-5不论，嗯，2-4-6分清、哦、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、嗯、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讲究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。哎，你贫不贫呢？你苏东坡有一句话说什么了？天下无语不成对。哎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是说不论谁说的话啊，只要你处理的巧妙、嗯、用的合适、啊、哎，那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。是吗？我觉得我们国家民间里有这么两句话就是一副对子。哪两句啊？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哦，这是那上联。对。下联呢？上梁不正底梁歪。啊，让各位听一听这两句，虽然不够工整、啊、但是让您琢磨起来却很好玩。好玩呢、啊、那是什么、啊、哎，那即使这样的话，咱们两个人连连句您看怎么样啊？要跟我搞一个对春联的游戏。对，你行吗？我说一上联、哎、我给你对个下联。我说一上，我对下。哦，你看有上就有下、嗯、这个对仗啊处理的巧妙。我说天，我对地。哦，你看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他就这句背的熟。我说盐，我对醋。醋啊，油盐酱醋五味调和，你是咸的，我是酸的。对了，我说好，我对歹。啊，歹。哎，好好歹歹分得清楚啊。你分的是够清楚的了。我说是，我对炮。炮对得上吗？你看你知识，我拨炮，你跳马，我出局把你僵死了。我们俩跑这儿下象棋来了。你对的巧妙啊。我这五个字啊、嗯、连在一起是一对子的上联。您这是上天言好事。哦，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。对了，这是咱们民间呢、哎、腊月二十三呢、哎、先等会儿吧。您等会儿吧。您刚才可不是这么对的。我刚才我说上，我对下，我说天，我对地，我说盐，我对醋，我说好，我对歹，我说是，我对炮。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上天言好事。我五个字连一块儿下地醋歹炮。您这句当什么讲啊？没你这样的啊！啊，您让大伙儿听一听 啊！你这上联你得一块儿说出来，哦，好嘛，一字一字往外蹦，属打字机的，那哪行？我可不下地醋歹炮嘛！好，谁听得懂？还怨我了啊？没有。
像你这样出上联。行行行啊，这回啊，我说一俩字儿的，我给你对俩字儿的。您听这个，笔筒，哦，就桌子上搁笔那筒子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给您对剑囊，啊，就是装宝剑那个。哦，你说那是剑匣，剑囊就是拉弓射箭那装凋零箭的皮兜子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剑囊。我说啊，嗯，我这笔筒可是文的，我这剑囊是武的。嗯、啊，一文一武，咱们俩文武全才。哎，我可不敢当。啊，再听我这个，羊肉，我给您对萝卜。萝卜，你看羊肉汆萝卜啊，焖点米饭既经济又好吃。好，这位还没吃饭呢。萝卜，我说绸缎，萝卜，绸缎也对萝卜。你看绸缎包萝卜那多好啊，没听说过。这装潢美观大方。我这个啊是绸子的绸，缎子的缎，绸缎。我这萝卜是绫罗绸缎的罗，呢绒饰布的布，罗布。好嘛，罗布没听清，我听一萝卜。我说钟鼓，萝卜。我这可是敲的钟，打的鼓。我是敲那锣，打那钹，萝卜。好，您再听这个，萝卜。我还没说呢，我先说一个去。这位还是急性子啊。我说马牙枣，我给您对大萝卜。哎，我这可是仨字儿了。我也仨字儿啊，大萝卜。你看，这我明白了。怎么样？我要是四个字儿呢？你好大萝卜。五个字儿，好大个儿萝卜。不，这堆萝卜全卖我一个人了。您这么着可不行。开玩笑、哎、开玩笑。你刚才那仨字是马牙枣，我给您对羊蕨葱。我这有马牙，我这有羊蕨，我这有枣，我这有葱，我这能添字，我还能加字。听着，马吃马牙枣，我给您对羊啃羊蕨葱。我这有吃，我这有啃。我跟您说啊、嗯、我这马牙枣啊可是八月当令，我羊蕨葱是二月当令、嗯、二八月春秋啼，虽不中不远矣。就别酸了，快有学问、哎、再听这个，嗯，山羊上山，哎，我这是两头山，我给您对水牛下水，两头水、啊、我这还能添字，我还能加字。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脚，哦，碰脚了，不是鸡脚。我给您对水牛下水，水没水牛腰，哦，没腰了。啊、哦，我这还能添字，我还能加字。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脚，你这是碰疼了。我给您对水牛下水，水没水牛腰，你这儿怎么着？呛水了。我这咩，好嘛，到屠宰场了。这带配音的，你看，再听这个，三塔四前三座塔，塔塔塔。我给您对五台山后五层台，台台台。好嘛，又开上戏了。大妈妈大模大样骑大马，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，姥姥喝唠唠唠，姥姥唠唠，舅舅驾啾啾，飞舅舅啾啾，妈妈骑马马慢，妈妈骂马，妞妞轰牛，牛拧妞妞拧牛。怎么绕口令都上来了？你说什么我给你对什么。说什么对什么？当然，我说南，我对北，我说东，我对西，我说上，我对下。听着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给您对。你怎么全站上了？我这是抻练抻练你。我给您对前车后辙，两轮左右走高低。你这对得上吗？当然，我这有北雁南飞，我前车后辙，双翅东西，两轮左右分上下走高低。哦，
高低即是上下，上下就是高低，虽不中不远矣。又来劲了，有学问，这叫气气你啊！咱们俩还不定谁气谁呢啊！听着，说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，根底浅。这可有点讽刺我。说吧，听我的。嗯，我给您对山中竹笋，嘴尖皮厚，腹内空。他这是说我呢，这回啊，啊，我再说一上联。嗯，你要是给我对得上下联来，怎么样？磕头拜你为老师，我就收你这大徒弟。你也甭客气，啊、听着，说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什么这叫什么话？这是一对子的上联啊！啊，而且还是一典故。这里还有典故啊？当然，还是上联。就是啊，您说这典故。这说的是啊，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嗯嗯，一天走到一个地方，嗯嗯，忽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嗯，没处藏没处躲。怎么没处藏没处躲呀？天降大雨了。哦，孔子一瞧，哟，旁边有一棵空树，嗯，这里可以藏一藏。哦，孔子一想就走进去了，这就叫空树藏孔。那么孔进空树，孔子进了空树了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空树里边有了孔子，空树孔。孔出空树，雨过天晴，孔子出了空树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空树里边依然还是空的，空树空。哎，这就是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差点没憋死。不错，这不错，不错吧？听我的下联，来，我给您对。肉吧嗒哦，咚哗啦，啪嚓嚓，扑通通，哎呦呦，滋滋滋。他这也够乱的。我这是对的下联啊。对的下联？当然了。对得上吗？当然对得上了啊。你这是什么？你刚才那上联是列国的典故。哎，我这是本人的时事。这时事是可以对典故。怎么样？那您这个多少字啊？你刚才上联多少字？18言。对吗？你要查一查呀，先数一数啊。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怎么样？18言。哎，我那下联也是18个字。18个字？当然了，我听有30多字了。不信咱们算呢。来来，咱数一数。好了，注意，肉八大，咚哗啦，啪嚓嚓，扑通通，哎呦呦，滋滋滋。哈，正好18个字啊。18言吗？啊，那您这是什么时事呢？当初北京打仗，我还小呢。嗯，正在床上躺着睡觉，就听肉，这是飞进一枪子儿来，吧嗒撞墙上了，吧嗒咚，院里落一炮弹，咚哗啦，墙塌了，哗啦，啪嚓嚓，玻璃碎了，啪嚓嚓，扑通通，我从床上掉地下了，扑通通，哎呦呦，硌我腰了，哎呦呦，滋滋滋，我压死仨耗子。